案内报道，演员宋慧乔、朴宝剑将作为男女主角参演电视剧《男朋友》，同时这也是宋慧乔于2016年出演《太阳的后裔》后，时隔约两年回归电视剧。据悉，宋慧乔在剧中将饰演国会议员、首尔市长、党代表的女儿车秀贤一角。在大学毕业后，就马上与不相爱的人结婚，成为大企业二公子的妻子，则是妈妈为了帮助父亲而进行的大计划之一。虽然是财阀家庭的儿媳妇，但是却也成为了生下孩子后遭遇离婚的悲惨女人。朴宝剑将在剧中饰演无特别之处的平凡男人。宋慧乔方表示，确实收到男朋友剧本，现在还没有确定，目前正在商讨中。另外，本剧将于下半年播出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